本县燕里镇是全国平地乡吸干盛行率最高的乡镇，感谢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挹注了资源，让年满20岁以上涉及或居住燕里镇7个村里的3000位民众进行免费的肝炎筛检，以降低肝炎传播的机会及肝硬化、肝癌的风险。肝是沉默的器官，就像苗栗人勤俭吃苦的特性，在此要特别呼吁大家踊跃的来参加筛检，疼惜自己，也为家人的健康来把关。谢谢。对于这次的肝炎筛检的话，我们也是尽心尽力啦。哎，我都拜托那个林长每挨家挨户的发那个宣传单，哦啊，就像昨天这拜拜的话，每一个过来这边拜拜的人，我都有私下都拜托他今天要过来这里，因为这个机会是很难得，哦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，好，谢谢。